穿淘宝货真的显 low 吗？午休时，公司的实习生在刷淘宝抢货，一个心直口快的同事说：“逛淘宝吗？淘宝上面档次有吗？质量也不好。”我是小南，一个淘货女孩。刚来深圳的时候，我的衣柜里70%都是淘宝货，当然剩余的30%还是选了离我家最近的购物公园去试，毕竟希望能穿久一些。之前也因为被以前的同事取笑过穿淘宝货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害怕别人问我的衣服是在哪里买的，为了迎合他们的品味去买了一条名牌裙子，穿上又显老不别扭。最近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小资生活，我认为能让自己精致起来，心情美丽没毛病，不过这不代表买某宝就 low 了。当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物质生活的时候，没必要追求名牌，我们还年轻，穿什么都好看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